谢谢泰勒的介绍啊。没事，看到这大家估计都累了，刚好人少一点，演讲的压力也小一点。今天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给大模型的开发者设计内容体验，这是一个纯和内容运营相关的主题，不带任何技术，应该也是我们这个会场比较少的主题之一。那在座的有没有和内容运营相关的同学，或者是喜欢写博客写文章的同学？看到了编色的文章，你的月报我特别爱看，很有人情味，特别是你和小孩的互动，我觉得特别赞。这是一个来自网友的催稿。那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是来自于01万物。那在此之前呢，我也一直在开源圈，我是 Apache Pulsar 的 PMC 和 Trafodian 的 Committer。 我之前一直是一名 Technical Writer， 然后去年12月份加入01万物之后开始转向开发者关系。那我也是连续四年参加这个会议，做了一些分享，比如说如何给开发者设计内容体验，如何设计网站的信息架构等等。那刚才说到01万物，相信大家早上听过我闪电演讲的同学也知道了，它是李开复博士创立的 AI 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呢有两类产品，一类是 2D 的，有开源和闭源的模型，其中最好的打榜成绩是仅次于 GPT-4。 那么对于 2C 的产品来说，我们有万知，它是一个类似于 Kimi 的产品，它的亮点是在于可以帮你做 PPT 和处理超长的上下文，可以处理500页的 PDF。那么现在就回归正题。那么相信这两年呢，大家都能听到 AI 开源出海这个词特别火，就连我妈一个退了休的老太太都问我，她说哎，马斯克是不是也在做大模型啊？我说没有啊，硅谷钢铁侠是在造火箭呢。结果她反手给我发来一条新闻，震惊，就在刚刚，马斯克开源了314B 大模型，全球沸腾。你会发现在开源大模型的世界，更新发展速度特别快。今天你还拉玛、Jama、Gemini 傻傻分不清，明天就出现了 Grok、Bard、Falcon 模型等等。尽管大模型的行业这么激烈，但始终有那么一两款会让你印象深刻。比如说这个，这条新闻去年席卷了整个 AI 大模型圈。有人同学知道是在说啥吗？是 Mistral 用一条磁力链接的方式来发布了它的开源模型。然后更有趣的是，它的官方的推特账户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是介绍公司，后面两条都是以磁力链接的方式来发布模型，让人不禁感叹，往往高端的发布只要这么简单的发布方式。那对比之下呢，很多网友就吐槽 Gemini 来说发布的阵仗很大，花了几百万美元去搞新闻发布会，博客网站一应俱全，但在发布的时候模型竟然不能用。那现在呢， Mistral 其实算是全球头部的模型之一了。它背后的公司呢也是在去年四月份成立的，我们01也是在差不多时间成立的，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坦白来说，目前我们和它的声量还是有一些差距。那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 Mistral 是怎么来做到的呢？我想除了它模型实力过硬之外，技术品牌影响力的也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通过磁力链接的发布方式到底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策略，还是一个直男大冒险。那现在用 Mistral 的开发者给人感觉很酷很潮的感觉，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能给大家造成这种感觉？我们不一定是要抄他们，但是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今天我会首先分析一下开发者的画像是什么，然后会分析一下他的旅程，通过对比头部的模型厂商和我们在内容策略上的不同，来分析这些策略给开发者带来的影响不同是什么，进而找到我们待提高的方向。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开发者的Persona。 简单来说，横坐标是技能水平，纵坐标是行为倾向。那么我们看到左上角第一类呢，就是大模型开发的算法工程师，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来开发出一个大模型，通常要求的技术内容的深度比较高，但他们通常比较矮，不太在社区发言，不过一旦发言影响力就很大。
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第二类的 beginner， 这一类的开发者呢，对 LLM 的知识不要求那么高，他只要会用就行了。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利用大模型来 build app。那么第三类的开发者呢，也是我们当前重点关注的 LLM 的发烧友，他们呢对大模型有一定的理解，通常喜欢 build 各种各样的有趣的项目，而且喜欢在社区发声，是社区的主要的发声 driver， 而且他们的意见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开发者对这个模型的感官。那么最后一类就是学生了。那当前呢，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右上角这一类和左下角这一类，他们主要使用的是我们闭源的 API 以及开源的模型。那在了解了 persona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开发者在选择使用一个大模型的时候旅程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他们会先在网上搜搜看，哎，觉得不错就上手试试，然后就开始 build， 最后来宣传他们的产品。所以对应的就有六个阶段，分别是 discover、evaluate、trial、build、scale 和 evangelize。在不同阶段，他们有不同目标、不同活动和不同的内容触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来各个击破。首先来看到 discover 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发者会想知道，哎，你这个大模型性能怎么样，口碑怎么样。那在这一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条曲线的对比，对比的是 Mistral 和 E 在模型发布以来整个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声量。绿色的线是 E 模型的，你会发现整体曲线比较的平缓，但有一个小高点在11月份发生的动作是我们发布了新版的模型。那么在这个阶段，做内容运营的人通常会认为在人启动的阶段，我一定要一炮而红，大面积的宣传。那 Mistral 是这样做的吗？我们来看一看橙色的曲线是 Mistral， 总体而言它的声量都比较高，而且出现了两个高峰，分别是在10月和12月。那发生的事情也是他们发布了两个新模型。再来，他们还有两个小波峰，也在10月和1月份，发生的事情是发布了 technical paper。 那进一步在挖掘 Mistral 在 go to market 的时候他们还做了什么，我们分析了一下所有他们在推词上面的讨论量，发现他们顺着开发者的喜好做了四件事情。首先就是开发者喜欢不走寻常路，喜欢反直觉的东西。比如说这一张图就是一位叫 Eric 的开发者说，我特别喜欢 Mistral 的发布方式，就甩一条链接不避避。那 Eric 呢，他是一位大佬，有 67K 的粉丝。之前马斯克和扎克伯格在网上掐架的时候，他说谁赢了我就赌上我1/10的资产去投谁，是一个挺有话题度的人。那么第二点，开发者喜欢不喜欢过度营销，喜欢直接。这张图是开发者做的一个梗图，他讽刺的是谷歌发布声量大，但 delivery 的东西很小，而 Mistral 跟他正好相反。那么第三点，开发者喜欢技术硬核的东西。左下角这张图是一名叫 Harris 的开发者，他说，哎，我特别喜欢 Mistral 的 technical paper， 因为他披露了一些 secret source， 让我知道了他是怎么做的。那么第四点，开发者喜欢小而美的东西。 Jim Fan 他说，嗯，我喜欢 Mistral 的发布 7B， 我可以在消费级显卡上跑起来，而且效果比尺寸更大的模型更好。所以你看 Mistral 的这一波发布激起了所有圈层的开发者的讨论，这是他们做得很不错的地方。那么这给我们 E 模型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为了解决我们的 awareness 率比较低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想。首先就是要给你的内容去定个调，打造一个独特的品牌调性。但通常来说这一点比较难做，但至少你应该做到第二点，就是要保持你的内容谦逊和低调，开发者特别不喜欢 fluffy 的东西。那么除此之外，有了内容之后，我们也要在开发者会去看内容的渠道上做宣发。一般来说可以分成这三大类，首先是官方渠道，包括 leaderboards 一些通常的打榜渠道。第二类是官方的网站，包括 Hugging Face、 GitHub 模型的官网。第三类就是活动，包括 AI 的顶流的三大会议 NIRPS 等等，以及可以举行一些 Hackathon， 通过 LabLab.AI，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组织。
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社区，其中包括 social media。在 Twits 上关于 AI 大模型的讨论是最热闹的， LinkedIn 呢稍微的弱一点。那内容平台上 YouTube 上是比较好的，有很多大 V 都入驻了，其中特别推荐这个 Generative AI 年会这个节目，上面分享的是怎么样把 AI 利用在千行百业来提效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在内地好像还没有类似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社区方面呢，Local Llama 是讨论大模型技术深度最好和最活跃的社区，如果要做内容的宣发也一定要在上面有东西。那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服务，包括你的周边生态是什么样的，像 E 的生态伙伴大概有100个，我们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0%， 你越多的 exposure， 你的 awareness 才会越好。那么以上就是第一个阶段，在 Discover 中我们应该调整和注意的方向。那如果这个阶段开发者发现，哎，你这个模型还不错，他就会到下一个阶段 Evaluate and Trial。 在这个阶段他会去真正的上手试一试你的模型怎么样。那开发者在选大模型的时候一般会做哪些因素的考量呢？有这么几个，首先是模型的性能，你的功能，你的响应速度等等，然后是能否定制化，我能否 fine tune quantize， 再来安全性，如果我需要对 data 有 privacy 的 concern 的话，我要 host 在我的本地而不是使用 API， 再来你的 ecosystem 的集成度好不好，你集成的越好我的事就会越省力，还有就是你这个社区给我的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响应度，以及最后 trust，也就是这个模型背后的公司的品牌形象怎么样，值不值得我信任。再来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试模型，比如说我们在线的 playground， 在线的 chat， 或者是用 API 等等。那我们 E 模型呢，在这个阶段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转换率比较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就是不一致，打榜结果和开发者实测下来的性能不同，这个也是不少模型厂商有的通用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优势还不足以明显。第三就是我们的模型在基础的一些性能上还有问题，产品还不够好。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其实不少模型厂商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品牌还是会被人优先选择，因为它的技术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做得好。那我们怎么来打造技术影响力呢？可以考虑这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成立一支技术团队，技术背景很硬核的团队。比如说这张图是 Mr. Llama 和 Cohere 他们三家团队的核心成员，左下角的是 Mr. 的老板，他之前是Meta Llama 的核心作者，中间的是 Meta 的 VP LeQuan， 他是图灵奖的获得者，也是卷积神经网络的发明人。然后再往下 Cohere 的老板戈麦兹，他是 Transformer 的核心作者。你会发现他们组建的团队都是人均博士，且在业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开发者对于这些人的崇拜，我觉得不亚于我们对明星的崇拜。那么第二条路来打造技术影响力就是发 paper。 刚才我们说到了两波 Mr. 的热度都是因为发 paper 带来的。那发 paper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我可以秀实力，第二点就是可以提升品牌的 exposure 曝光度。比如说当这些团队发了 paper 之后，他们的宣发都不是运营小妹做的，都是首席的科学家来转发的，这样能引起讨论热度。第三点是它也是重要的 UGC 的来源，社区会有很多喜欢你们家的自来水主动给你们做推广。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就是一位开发者发的 tweets 来讨论 technical paper， 中间是发的一篇博客，右边的是发视频来在线解读。其实国内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活动，觉得还挺不错的。这些开发者大部分都是用爱发电，没有给他们做什么商业合作。然后第三个我们去打造技术品牌影响力呢，就是办活动。刚才我们说到了业界顶流的三个大会 NIRPS，
这三个头部的厂商每年都会参加。那么 Meta 呢，自己还有一个专门的大会 Meta Connect， 这个比较有名了，他们每年 VR 和 AR 的产品也在这上面发布。以及你会看到 Cohere 的活动是最多的，它既有一些比较严肃的研讨会，也有一些轻松的炉边对谈或 AMA 等等。总体而言， Cohere 在活动和内容方面都是这些厂商做的最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以上的方法和业界的 best practice 对我们的硬模型的调整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我们今年发布了三款不同的模型，每一个模型都主打一个强项，让开发者更能针对性的去选择。其次呢，我们也有一点像在MCN 机构在孵化我们内部的技术 KOL， 让他们更多的出来讲 talk， 帮他们选主题、写 slide， 包装一种人设。然后再来第三种，就是我们会增加更多真实的打榜的测评。刚才说了很多 benchmark 其实是有水分的，大家的打榜成绩都很好，但实测不太好。那我们今年呢，就特别的去参加了 LMCs 的评选。这一个榜单的水分很低，非常干，因为它是一个匿名对战的平台，在你不知道这个模型的情况下，同样问他一个问题，他给出答案，你再去投票，所以它是一个公信力比较强的。那我们的模型呢，在这个榜单上最好成绩是仅次于 GPT-2 的，这一波也给我们的流量和好感带来了很大的加分。好了，那以上就是 Evaluate 和 Trail 我们经历的问题和做出的调整。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Build 和 Scale 阶段。这个阶段呢，开发者是要真正的上手来使用你的模型做东西了。那么这个阶段呢，技术内容就非常重要的。标蓝色的是做的比较好的厂商，你会发现 Cohere 仍然是第一，他们的内容非常的详实且全面，包括 notebook 和 use case tutorial。比如说，当你有一个想法，你想去 build 一个 idea generator 或者是 travel plan， 它有手把手的一步一步的保姆教程给你。那再往下看，关于 marketing content 方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卷入开发者的来源。我们就对比了 Twitter、领英和 newsletter， 你会发现 Cohere 依旧是王者，它的社交媒体是最活跃的，我们亦是在中流水平。那我也观察了一下，在社媒上最受开发者喜欢的两类主题，一类就是模型的发布，比如说上面这一条是我们发布了 Visual Language Model， 这一条点赞大概有300左右。那么下面这一条呢，说白了就是蹭热点，比如说 Glock 发布了一个314B 的模型，那我们也发了一条推辞，是说我们是 34B 的模型，参数量比你少这么多，但性能还比你好，而且我们两家公司的名字也比较相近，他们是 XAI， 我们是 01.AI。 那这一条呢，热度也比较大，有200个点赞。那我们会观察到 Mister 其实在 Twitter 上的社媒的病毒式传播特别好，那他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就分享了一下，有一个这样的特别观察啊。首先，我们通常认为他们可能是找了很多商务合作的大 V 来做推广和宣传，但实际上并不是，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 influencer， 70%以下都是小博主，只有7%是头部的博主。那为什么这样他还能掀起这么大的讨论呢？是因为大的博主喜欢跟中小博主互动，所以我们可以先从中小博主来入手。我举两个例子，上面这张图是 Andrew Capassi， 他在说他非常喜欢 Mister 的发布，然后来给他们背书。然后 Capassi 呢是一个业界的大佬，他之前是他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宣传大模型的视频，说大模型本质上就是两个文件，一个就是代码权重的文件，一个就是把这些权重跑起来的参数模件。然后下面这个图呢，也是一个开发者在说，他说如果你跟 GPT 说如果你跟 Mister 说你是 GPT， 那么你能得到的性能有6%的提升。像这样的推辞也得到了业界大佬 Eason 的转推。 Eason 在学术界是个很有名的教授，
你会看到这些都是中小 V 的开发者，他们先对 Mr. 基于讨论，然后得到更大 V 的关注进行转发，这样全网的热度就起来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人的讨论 50% 是模型本身，剩下 5% 是内容和周边生态。那么第四呢，我们除了发现他们讨论自家的模型之外，还会特别喜欢跟其他模型的对比评测。然后第五，除了 develop 本身，在模型的世界中 scholarship 还有这些研究学者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关于大模型的 program， 我们除了会给 developer enterprise 专门设计之外，还会给 scholarship 也成立一个单独的 program。那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是我们可以先去接触到中小型的 influencer， 跟他们去合作，请他们来测试这个模型。就比如说上面这条图就是一个很小的 developer， 他的这条点赞量有 3.1K， 已经非常高了。你想我们 E 的推词最高的点赞量也不过200多K。 那他这条 thread 说的是他测了 Mr. 和 GPT，然后把所有的 use case 都放在了他的这个 comment 中，这一条评测受到了 developer 非常大的喜欢。然后第二个启示是呢，我们也需要跟周边生态的伙伴加强联系。我们现在的第一步是让覆盖度可以达到100%，第二步是让头部的这些生态合作伙伴集成我们 E 的全部模型，有重点的各个击破。然后第三步的是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商务合作的newsletter 的 sponsorship。 那所有的这些细节我都附上了链接，这里就不一过了。好，当开发者在 build 应用的时候，他们还需要的是一个社区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常来说渠道会有 FAQ 啊、 Discord 啊、 email 等等。那这里说一个重点是，这张图对比的是我们和 Mr. 和 Llama 社区响应的时间，越矮的柱子说明你响应的时间越快。你会发现我们社区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好。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去找一些话题跟开发者保持更多的互动。比如说今年我们发 1.5 模型的时候，我们把 license 从 E 的 license 改成了 Apache 2.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的跟开发者说，哎，正是因为听了你们的建议，所以我们更开放了。那一波也引起了开发者很大的讨论，包括我上午在闪电演讲说的，其实社区很多事情都是让开发者来投票。我们社区的交流平台用什么，社区的 logo 长什么样，活动在哪个城市举办，我们每一次都会卷入更多的开发者来决定。好，这个阶段开发者 build 完了项目，他就会想我要来宣传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观察是跟传统软件不同的是，其实很多开发者用的不仅是你原生官方出的模型，更多的是你的衍生模型。这张图是对比 E 和 Llama Mr. 在所有的模型，也就是官方和衍生模型的总和。你会发现 Llama 的衍生模型是最多的。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是开发者对于这些所有模型的 download 的数量。你会发现 Llama 的生态依然还是做的最好的，大哥始终是大哥。那除了给官方去做衍生模型这项贡献之外，开发者还会做什么样的贡献呢？比如说有周边工具、有 apps、 有内容等等。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几个比较有趣的案例。首先来看这个是我上午提到的一个不懂代码的开发者用我们的E模型做了一个自动化的翻译工作流，来翻译那些专业难度较高的古典音乐文章。这个公众号的点赞量还挺多的，有小几百呢，每篇文章哦。然后另外呢，上面这个应用是也是一个不懂代码的开发者，他为了自己考试不挂科，他是个大三的医学学生，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工具。你把老师的教案和教学视频导进去，它可以自动给你生成题目呀、试卷呀、思维导图等等，背后也是用我们的E模型。那中间的这个呢，是一个公益项目，是我上午提到的小医保。我们通过E模型的能力，免费的给几千位的胰腺癌患者提供了专业的系统的支持。
然后这一张图呢，我觉得是我们目前为止最骄傲的一个成绩，是我们通过并没有付费的方式孵化培育这位大 V，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视频。他在全网有35K 的粉丝量，然后这条视频一发出去之后，两天内就有19K 的观看，以及将近700的点赞量。最开始的时候，他找我，他跟我说商务合作，然后一条视频12万，以他的咖位来说不过分，但是12万太贵了，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3个月中不断的交流。就在前半个月，他就发布了这条视频，免费给我们带货，而且他发布了两条，这两条视频都是所有的自来水中，流量和成绩最好的两条视频。可以说做开发者关系，怎么说，一下就给我们公司省了24万块钱。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再设立一些 program 去更多的鼓励这些开发者，尽量让他们不要为爱发电。那这一瓶就不细说了。那最后这张图呢，是总结了我们一模型在过去所有阶段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开始的 awareness 比较低，到中间 adoption 率比较低，然后内容比较弱。其中呢，我们找到了一些 solution 方法，也全都总结在这张表中了，这里就不复述了。以及最后来一张更全量的图，上面那部分是对于 AI 大模型开发者他们会经历的6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目标、动作、内容触点。下面这部分呢，是给内容运营的同学，你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衡量的指标是什么，以及你的方法是什么。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因为内容比较干比较多，可能没有每一章都细讲，但是全都附上了，之后可以给大家发送过来做更好的参考，谢谢。好，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灵魂拷问，好可怕。对，那个其实这边我觉得有，就是我自己收获非常大，然后那个首先非常感谢。然后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点，是我们最近有一些观察，就是在大模型时代，其实可能一个公司的首席的科学家出来讲话，它的威力可能会比一个公司的其他人出来讲话要来得更有效。所以这方面我首先请教一下，就是我就说一下我作为一个终端用户的感受啊。我觉得公司现在似乎更多的还是在强调，一个是我们的能力这块很强，没有问题。另外呢，我觉得开发老师出勤率有点高，所以这边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人的设计上面，目前针对于 content 里面的由人来培养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聊的一个人才的场里面的我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应该推什么样的这种科学家类型的打引号的内部的网红是比较有效的，请问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实践？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中。其实我们现在是先拿我们组的我们公司内部的某一个组的某一两个人来试点，而且坦白来说，它并不是我们核心算法的那个组，因为很多人是存在保密协议的，所以我们只能首先要选的是可以曝光出来的。那其次我们会去选那些他意愿比较好的，因为有些人他就算技术能力再强，但是他是非常爱，他不会出来讲。然后这个人他肯定是能力很综合，可以去代表整组来做一个 overall 的演讲和陈述的，他的表达能力要好，思维能力要敏捷，以及他有更高的视野来出来讲。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试水的过程中，也还在培育的过程中。那编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在我们选人的方面，以你的经验来讲，比如说哪一些人你觉得他更容易被孵化成好的 KOL？ 首先我司的模型还在成长中啊，我觉得模型这块不太能给建议。然后从开源侧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医院本身确实是一个我们很关注的点，就是包括其实刚才上午大家可能听了我们图团队的那个同学的他的表述，其实他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认为一个很好的布道师。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同学是内部的技术同学，他说话说的不多，但是他这天一直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点肯定是这个人的意愿要足够强。第二，他要能有一些独特的表达，就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就是这个风格本身可能是需要跟这个项目自身的状态有关。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兔团队同学，他们有一个同学是特别就很会写这种发散性的这种思考的文章，然后我们认为这对一个内核，就是图内核的这样的一个 DB 数据库是很有用的，然后所以这个维度上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引导一下。然后对于原生这边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强调能够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简单的能力。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可能会就去找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有表达欲望的，并且在现有的体系里面能够呈现这样的内容的一些人。但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苦在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养成这个网红的周期还是特别长的。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痛点吧，就是毕竟说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像以这样优秀的模型，那么可能它很多事情都会相对好做一些，它可能是一个很多是一个内容的分发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个是内容生产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内容的分发问题，所以它可能我们玩的是一个更养成类的一个游戏，这个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困扰，所以想请教一下。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还是有提到的。老师，你说这个突然提醒我，我想到一位技术布道师，他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位优秀的算法工程师，但是我很爱讲和分享，所以他选择技术布道师，我觉得这是很适合他的。他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亮点，而且他有自己很强的个人风格，他讲东西让你觉得不干，有趣，很接地气，而且他会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会让观众很愿意去听他讲，所以他现在被我们称为零一名嘴，就只要有他在的场合都可以轻松 hold 住。再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涉猎很广，经常，对，我发现这种人还需要一个特质是他几乎24小时都扒在网上，他会看各种各样的信息，会抓取到最新的热点，然后在群里去讨论，以及他会在每一次演讲中都分享一些看似有噱头但是他给出来的理解又有一些个人色彩，他讲的不会那么 general 那么口水，有一些个人色彩，但是又让观众听得很 make sense。 就首先他要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广泛涉猎的人才能做好。好，谢谢。我想谢谢，后面大家还可以再深入交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谢谢，就讲得非常精彩，谢谢。